高雄魔法城市风一下活动正式开跑。高雄魔法城市风一下彩街队伍出发。一年一度长达一个月的高雄魔法城市风一下，动员208所学校参加，其中25校上千名师生在新竹江至中央公园进行艺术大风采街。学校的师生这么多人热情的参与，我们真的很感谢。那我们看到教育局所有的我们教育局的工作伙伴全体总动员，教育局今天真的是大家很辛苦，我们也没有看到真的是这个阳光，高雄的天空有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蓝，真的是非常的棒哇，真的好漂亮。那我们希望今天大家参与我们所有儿童艺术节正式的开幕，我们接下来都有很多精彩的表演，今天现场也有千人的音乐联盟合作的演出，我们相信希望市民朋友能够来共同参与艺术带给我们非常欢乐的气氛，也能够大家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参与我们一年一度我们的儿童艺术节。我想在这一个月的活动，那我们魏武营音乐跟魏武营音乐节合作。开幕典礼由古艺团队联盟总召中华艺校热闹登场，还有三太子艺术团队一起尬舞。高雄市立管乐团与高雄市学生音乐团队联盟也分别以国乐、管弦乐、管乐演奏方式，让开幕嗨到最高点，带给现场民众一场丰盛的音乐飨宴。时方新闻黄慧茹、邓正普高雄采访报道。